们家老头从来不麻烦我，这是多大的事儿，非要见面说。你回公司顺路吧。不顺路还能给你扔这儿啊？哎，对了，你爸是开音乐培训中心的。嗯。都教什么乐器啊？常规的都有吧，但主要是教吉他跟钢琴，因为我爸原来是玩吉他的，然后我小后妈是教钢琴的。小后妈？嗯，我爸呢是美院毕业，然后玩了那么几年摇滚，后来跟我妈离婚了，这不是得养活我吗？然后就开了一个吉他培训班，但是呢运气还是很好的，就赶上那些年不是都流行家长让孩子们上一个什么兴趣培训班那种的。 然后就慢慢发展成了音乐培训中心。我上大学以后我爸就再婚了，对方是他那个音乐培训中心教钢琴的老师，人家才比我大7岁，我不得叫人家小红吗？哎，老沈，你说蔡胜美当年是不是就看了你这摇滚范儿，被你迷得五迷三道的，20岁就嫁给你了？你这个没大没小，这是没规矩，你就对我也罢了啊。她是你妈，你妈知道吗？没她哪来的你啊？对对对对对，有我你也没留住她呀。人家还不跟你离婚出国嫁老外？这也不能怪人家，对吧？当年我们都还年轻，对吧？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没怪他，没怪他，理解他，追求自由，追寻自我。当然了，也感谢你，收起愤怒，剪掉长发，风雨一肩挑的把我养大。那个，正，那个什么呀？人蔡胜美都组成家庭那么多年了，你还不赶紧的？树发新芽，给我找个后妈。你怎么了？每回聊到你的第二春，你都啪啪啪啪啪啪贫得很。你被什么卡住了？你？不是我今天就。还能有这样的事儿？我高兴，
准备叫沈啥星啊？沈金星、沈木星、沈土星，到时候看一下他五行缺什么，就随便挑一个呗。也不是什么星啊，啊，这个一二三四的一，太阳的阳。好，怎么样？好。啊。太阳出来了，就看不见星星了。你说什么？没说什么，听音乐吧。有请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朱毅。若冬末残月是指尖，前相分界情的指尖，霓虹前线天边三曲张成古灵怪的脸，游戏迷雾究竟何心，搏斗刺耳刺去水气。 So do I, so do I, so I can say, so I can say。 没想到你家里状况这么复杂，没想瞎打听啊，我就想问问学钢琴的事。谁学？你学啊？啊，这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好处啊，所有的钱都可以花在自己身上，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充实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可以放在拓展自己的边界，就是这么自私又快乐。好好好好，那也不要让肥水流了外人田，就在我爸那儿学吧，学费给你打折。你先别聊打折的事儿，我就是问问，还不一定有时间呢。蔡胜美找你，找你干嘛？也说不准，反正每一次的说辞都不一样。每一次？他找你几次了？我没算，反正很多次了。要不然就是说，那个当年那个老朋友啊，要聚餐聚会；要不然就是说，跟我商量你跟江川离婚的事儿。要，你知道我要离婚了？那你怎么没问我啊？我问什么呀？当年你结婚的时候我都没拦得住，现在你要离婚我拦得住吗？再说了，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知道，主要就是因为你这个个性，你太好强了，太好面子，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说不定过一阵子你气消了，哎，这事儿那就过去了，是不是？如果这个事儿整的大家都知道，你一劝我也劝的，好了，我告诉你，完蛋，彻底完蛋。你为了面子，你也非离不可。我觉得小两口子这个矛盾呢，你们自己去解决，啊，就是双方父母最好别掺和，否则的话。越掺和越乱，是吧？说蔡胜美吧。他找我想干什么，我还真搞不懂。但他这么隔三差五的来找我，周云现在就不乐意了，整天拿这个事儿来跟我吵架，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我夹在这个中间，我也很为难了。你想，一边是你妈，一边是……我想妈，对，我明白，我懂，知道。好，我以为蔡胜美回来就是看着他那套房子，没想到他还挺能作的。他要不然你帮我问问他，他什么时候回去，还要待多久？好吧，行行行，我来找蔡胜美。你回去跟周莹说，让她放心，蔡胜美我来处理。哎，好，好，哎，棒大大，棒大大。